那到底还是没来。哦，见一面就这么难吗？就是他实在太忙了，有时候我都见不着。但是我哥托我问问您，这回来苏州，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？那也得当面跟他说呀。吴姐，我都这么说了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这个面不能当，你当面万一在……担心什么？把我把他也清理了。 没有没有，他不怕，但是我们这帮当兄弟的，我们百姓。叙叙家常总可以吧？曾经中统头号女杀手，跟现在的中统头号叛将，两人叙家常，怎么可能啊？谁信啊？如果你真是想为他好的话，我求你了，真的，你别再来找他，别见了。我是在帮他，徐老板说了，只要他回头就既往不咎，不然他就是下一个郭景基。你看，你看。 你去告诉他，要是再有下次，扎的可就不是这个地儿了。蚊子的皮疹都被扎破了，大夫说没有3个月下不了床。嗯，你看，人家这还没动枪呢，就搞成这样，见血了就停不下来了，哥。 看来老徐那边动真的了。你们找到他下落了吗？二组的车辆之前跟上了，一直跟到平江路口附近，跟掉了。但是我已经安排一阵型客全体出动，我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把苏州所有的殡仪馆、旅社全部排查一遍。哎，没用的，把人撤回来吧。啊，他不会住在这种地方的，一定是住在一个你我都想不到的地方。 那我们接下来呢？等，他出手没有伤人命，证明还是想跟我们和平接触的。哎，被他这么一弄啊，我现在都想知道徐恩曾究竟派他来要给我递什么话。放心吧，他肯定会联系我们的。哥，其实他。 周志飞的车牌号，你要的手表、望远镜，你该吃药了啊！周志飞家呀还没打听到，这家伙啊疑心病重，神出鬼没的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枪呢？枪啊！我实在是搞不到，我又不能直接找你爸去借。 一壮，咱90号不去不行吗？这事不仅关乎我，也关乎我爸的生意，不办不行。
你是为了肖若彤吧？我为了这里所有的一切，我绝不是叛徒。表哥，哎，1507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哎，跟上。生手，他狼不沾。一中，分开了，就定1507。好。慢点，跟上。被发现了！啊，倒车，快倒车！魏忠，你们胆子不小啊，连我们站长的车你都敢跟啊！把我表哥放了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既然进来了，吃生活总是难免的。这些饭菜都是我们站长特地为你准备的，放心，里边没有毒。90号还是日本人说了算，日本人的手段可没有我们客气啊。来，吃点吧。对他动粗啊？我没有。来了，周杜总，人呢、啊？完好无损，还给你了。武西行那老东西啊，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，老蒋都要给他三分面，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。如果将来贵重死了，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藤头上。贵公子久仰大名，日本战国时期，道明织田信长抓了俘虏以后，我也一直观察。
第一口吃鱼背的是穷人家的，杀掉；第一口吃鱼鳃的是有钱人家的，留着。他那么聪明，最终还是被家臣明智光秀烧死在本能寺。贵公子很了解大日本的历史吗？你们那点历史有什么值得了解的？在下近藤正男，苏州特工站顾问。你们特工站的厨子不怎么样，该换了。很风雅吗？没听说夸祖上入风雅的。不吃了，走吧，还是望楚灯。走下。看来贵公子是误会了。我呢，很敬佩你的父亲。在中国，除了鲁迅以外，在下最佩服的就是令尊了。当年黄埔四大教官邓演达、恽大英与令尊齐名，北伐的时候跟吴佩孚打过仗，是蒋介石为无物，在苏州很有名望。这一年来本人时常对门请教。我父亲没让你进过门吧？还不如对面马路的大黄呢。大黄？包子铺的狗。别再发誓。你的脾性和令尊很相似，在下十分佩服。你们可能对近藤有些误会。在昭和七年的冬天，在下就在姑苏盘桓半年，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拍了很多照片，也包括你的家故园。中国有句俗话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扬州一里梦苏州，梦的花桥，水阁头。马驹玉的诗，在下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苏州。苏州的好是我们中国人的好，跟你们东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在我看来，日中之间最不应该的就是相互敌视，要共存共荣，相互提携。这是我听过对侵略最无耻的解释了，难怪我们中国人都叫你们倭人。我讨厌暴力，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。我们只希望令尊能够出任无限之使一职，出面维持苏州的治安，为日中提携尽一份力。只要你能说服你的父亲，我马上送你回故园。我们中国人更讨厌暴力，所以才希望赶走侵略者，建立新中国。这一场战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输。错，日清战争你们已经输了，这次你们还要输。是甲午战争我们是输过一次，但那是大清。现如今我们会让你们输得一败涂地。不服输哥？那你服什么？死吗？这顾少爷，燕景桑，这是什么？就过来了。太君，不是日中和平吗？
你告诉我，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？老子干特工的，又不是演戏的。哎哎哎！进去，进。他们就是要把顾一中送回去啊。顾一中这颗气不用，他心里就不舒服。真是个中国通啊，捉放曹都学会了，让他慢慢玩去吧。拜托阁下了，这顾家公子怕是家里怀孕了吧？那可是个大喜事，不是吧？什么这样子的？这样子，这都喂羊了。日本人就是技术，这个技工，别拍了，这顾家了，不要你别拍，听见没有？别来了，少爷。不要你别拍了，听见没有？文芳，把少爷带回去，快！别拍了，你还拍？往后退，别拍了。你给我跪下！一中不知因何而跪。吴人用汽车里送你回来，你敢说不知？是他们陷害我的。外面那么多记者，还拍了照，全苏州城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汉奸。你爷爷、你太爷爷、你太太爷爷、列祖列宗，你对得起吗？反正我问心无愧。爸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有什么用？倭人盯着顾源也不是三天两天了，从苏州沦陷那天起，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怕的就是倭人趁虚而入，结果还是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我给您和顾源闯下的祸，我自个儿去处置。站住！你处理得了吗？副连长，到，把他拉回去关起来，不许他出去。爸，少爷。就听师长这么一回吧，爸，给老夫个面子，你放开我！给老夫个面子，放开我！爸，富贵，这谁啊？少爷。回头还是你自己问吧。走吧。为了日中的友好。我们来场比赛。啊！
结束吧，下次再继续。你给我摸索！泼妇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这帮年轻人眼睛瞎了！你就别看了，走走走走走！老沙，老沙！这帮记者怎么胡说八道呢？那天少爷都跟记者急了。哎呀，这怎么乱写呢？哎，爸知道了。老爷在书房催呢。哎呀，海木姑娘，今天。就给市长申报，江苏日报就别给了。这江苏日报怎么了？我给你看啊。顾少爷怎么会和日本人在一起？这一看就是小日本鬼子搞的鬼，你不能信。对呀、啊，那这报纸我烧了去。好，烧了它。对对对对，顾星星，顾星星，哟，赵和来了，快，快进来。不用。你自己看。赵虎，义中这小子虽然平日里放荡不羁，但此事过于重大，有关忠信，我想这小子不敢胡来。这是倭人的诡计，你不能上当。陆征和义忠他俩同时被捕，而义忠呢，现在已供送回你的姑父，而他的表兄还羁押在牢中，你怎么能让我不多想啊？要不我把义忠叫出来，你当面问他。这倒不必。徐兴啊，自2500年前，伍子胥驻苏州城以来，苏州八大姓，入故为先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心中应该有分寸吧？那当然。如果这个无信之士，你敢去就职，就别怪我这个姓陆的，不是你这个姓顾的。赵和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故意陷害。我们也希望是这样的。苏州的内线传来消息，已经证实了，顾义忠确实是日本人送回故园的。照片上这个向他鞠躬的日本鬼子，就是苏州特工站的日军顾问近藤正男。王科长，那顾义忠的事，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？顾义忠呢，组织上认为不能就这样让他逍遥法外，准备组织一支小分队潜回苏州捉拿汉奸顾义忠。我能不能参加这次行动？去把这给顾少爷送过去。饭菜自有我妈会送，我去干嘛？你们这弹词里就没有英雄落难小姐元首的唱段吗？有啊，但是我不会。
那我现教你。顾少爷现在是人人喊打的汉奸，他那女的跟他能不能成杯两说呢？这就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送过去。不去。我的事情要是没办完，你就别想回重庆和你弟团圆。我知道你在动什么心眼，让你去你就去，你是他原配，咱们是有婚约的。师长，老子十六旅一团三营八连刘强宝，哪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？老子干特工的，又不是演戏的。你是谁啊？哎，等会儿，小姐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帮我把这个锁打开呗。没钥匙开不了。我知道，钥匙在富贵身上，就是我们家的管家，你想办法帮我偷过来行吗？我不偷东西。哎，这样，前面那个房间是我的书房，你帮我取个工具箱过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拜托了。明哥。嗯。若彤同志也参与这次行动，彭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若彤同志，你能不能保证，在这次行动中，绝对服从周连长指挥？能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是这样考虑的，若彤同志去，有他的作用。你们五个大老爷们儿身上还揣着武器，怎么进入苏州城？这一路上怎么过敌伪检卫所啊？我帮你们想好了。是这样。你是江西来的少东家，你就姓周啊。若彤同志假扮你的太太，你们一行六人从婺源坐船来到苏州，为了照看一下家里的生意，到仁和车行去查账，顺便带着夫人在苏州游玩。王科长，您这都安排好了呀？地下工作啊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能不能完成任务？保证完成缉捕汉奸顾一中的任务。你要去哪？把这帮我递一下。不，是要去找能照片上的人吧？
什么照片上的人？你是谁啊？在家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亲戚啊。还说评弹里没有英雄美人的故事，西厢唱的蛮好的嘛。你干嘛？什么我干嘛呢？少爷，老爷没发话，我是万万不能放你走的。不是，你是谁呀、啊、你？我是海默的表嫂，那自然也是你的表嫂了。什么表嫂？哎，少爷，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？你跟我们海默的亲事可是令尊早些年就定下来的，你甭想抵赖啊。什么亲事？你别胡说。哎呦，装，你可真能装呀。虽然现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了，但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我们海默可比那个姓肖的学生妹来得早。行了，没过门少说话，省得王妈说我们闲话。哎，干嘛呢？这是他的东西。现在是我的东西。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亲事啊？别瞎嚷嚷。怎么兄啊，你刚才说这事儿难为兄弟了。兄弟不能，这九十号放个人还不是站着您一句话的事儿。那布行的刘老板呀，他不是外人，是我那三姨太表哥家的连襟。你说这关系我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呀。他们家愿意出十根黄鱼，请站里兄弟喝茶。九十号呢，还是日本人说了算。志飞兄，这全苏州都知道，九十号是您一手创立的呀，您才是撑大场面的。您这话在外面不要乱说，掉脑袋了。嘴上不说，这全苏州谁心里不明白？志飞兄，您上眼，这是刘家祖传三代的宝贝，据说呀是从宫里流出来的，绝对的稀罕物事，给嫂子带着玩。哎呀，泽明兄，客气了啊。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？刘光达。行。站长，抱歉抱歉，站里临时有事儿，来晚了。那个王会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自罚一个啊。来，金海啊，九十号有没有一个犯人叫什么？刘光达。有吗？有。犯了什么呀？贩卖丝布，通共，贩毒。有人命吗？那倒没有，好像是打伤两三个邻居。日本人知道这事吗？知道。站里有多少人知道？行动科、审讯科应该都知道。连科长，请兄弟们喝茶。把人放了，往档案里就写无人证物证，查无实据。明白。去把刘光达放了。志飞兄，连科长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有劳了。快把把手！哎，好好，少爷，少奶奶，您可算来了。少奶奶，我带您去房间吧，这边请。顺航的这批火箭
都是今年征的新兵，工人居多，还有学生、小知识分子，在车行当车夫掩护。王科长说了，这些新兵配合你的行动，政委同志。你们这儿几个人几条枪？九个人五条枪，加上我带的家伙还有人手，怎么够一个班的？尊敬的夏若彤小姐，我遇到你之前，我没想过结婚。遇见你之后，结婚这事儿，我没想过和别人。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，云，则意中此生之信，民国30年10月8日，与姑苏。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根据地来的老周。张琴，你好。你好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表一直在固原，没有离开过。姓顾的好像被他爹软禁起来了。固原周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固原前头临难时的街拐角，这几天突然摆了个包摊，像是90号的头，感觉是在保护姓顾的。还有啊，泾河这边有周鹏，总有三五不明的人。看样子咱们不能强攻。顾一中的父亲顾西行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的师长，李家的管家是他特务连的连长，骁勇善战，家里的花匠、厨师、打杂的都是当年的士兵，不仅会耍枪，听说顾源还存了不少的军火，平时防范甚严。张老帅，你回去叮嘱，只要他们一出门我们就动手。静海来了，嫂子，正好，那给我们小四看看，穿成这样精神吗？啊，精神的。来，给爸爸看看，给做了4套夏的，2套秋的，3套冬的。但是老周，人家都说京都冬天冷得要死，要不要搞件小貂毛过去？不用，做件呢子大衣就行了。在东阳那边，小学生冬天不让多穿。哥嫂，又飞商州启程。下礼拜。哎，静海，不用不用不用。那个，谢谢静海叔叔，谢谢江远峰。这是我跟小兰一点心意，给又飞装装行色。礼拜天，松鹤楼我们摆一桌，静海。你得来，一定来，把小兰也叫上。好的，哥，哥嫂啊，先回了。妈，你就知道奎芳兄最好。别学你妈。芬嫂，他奉我照相馆的林老板打电话过来，说刚子隔夜车上午10点钟来拍照。我没有约他来拍照啊。我约的。我想着又飞去东阳之前，咱们周家来一张全家福。哎，好，开心点啊。好，来吧儿子，走。又飞啊，你来一趟，我跟儿子说两句。好。还记得家谱吗？再背一背。我先祖世居宜兴国山，始迁祖方，生于明洪5年间，卒于成化间，因靖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，分礼义仁智四支，三支周仁科升高祖周求山，高祖周求山生祖父周秉才，祖父移居城下里，生父行周之飞，周之飞生周佑飞，我周佑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11代孙。太君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隔一天就在江苏日报发一则顾西行要出任无线知事的小道消息。
可是这个顾惜行也挺能沉得住气，既不承认事实，又不正面造谣，还有人往他们雇员过分。顾惜行一直以苏州民事自居，我们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。顾家父子现在里外不是人，日子自然不好过，就怕他们溜之大吉。不过太君您放心，我已经加派人手前后门盯住顾院，顾义忠插翅难飞。让你的人先撤离顾院。撤离最好准备，如果共党的人冲进来，让他们先打起来。明白。顾家和共党的矛盾越深，无限之事这个事儿，顾惜行最后不当也得当。曾会想过待黑夜穿过，会看见星火呼唤我，是胜利传歌从耳边经过、没有炮火的战斗也会模糊了血肉，在狼烟中逆流，在镣铐中先走，没有理由回头。曾星星不会发亮，但是被乌云遮挡，都说英雄立于战场，我的战场就是伪装，笑里藏着欲盖弥彰，狐狸夹着尾巴说谎，而我在黑夜里乘着风低声吟唱。层层伪装，怕有一天忘记自信的模样。